什么让我不再害怕？你喜剧有萌感没有？没有，更精进一点，更细致，但是你有喜感。魏如萱说：“你在我房，我把你掐死。”多唱两句，可爱的一个女生。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又怀疑自己？哎哦，很像，尾音很像。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我不要变得透明。三位评审，好，三二一，举牌，像不像？哎，建东老师，你觉得不像？我觉得那个白恩的指标性的转假音的地方，他没有声，可能还没有开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段表演只有一个人眉头深锁。嘿，怎么样？露露，怎么会？因为他自认他是模仿白恩的第一把交椅，没有那个椅子，是他那个只要强调而已。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一段，来，你去后面，我们听看看，我给你听。来，声。是什么让我遇见？这样的你，对，是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？这茫茫人海里，对你，你适合去。双白啊！你出来出气就多了。喂，不是，你出来出气，哎，这是老三漫画出来的。来，停心啦，来，停心，这个应该你也做得到啊，那一句没有，我只是夸张的，高音的地方。是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？一定要牙痛这样，牙痛，就这里来一下。是什么让我不再怕？你喜剧有萌感没有？没有，我怕你假牙喷出来。哎呦！你洗嘞！哎，大家笑起来，他笑成一条线，好可爱。他用力，这叫一线天。但是人人心中有一片天，对不对？这个过关，我们可以演唱一下什么歌？完整版是什么？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完整版。但是刚刚露露给你的建议很好，就是要夸张，对，一定要弄味道，对。哦，出来加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晴心带来这首《是什么样的你》。我是宇宙间的尘埃，漂泊在这茫茫人海。有，越来越，再夸张一点。偶然掉入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什么让我遇见这样？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什么？
这琴心很可爱哈。你这个声音上面，我讲真心话，还可以更精进一点，更细致。但是你有喜感。他有想被这样称赞吗？那我就问。他有想吗？试唱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声音其实这样乍听之下蛮像，没有？哎，唱完整首之后，哎，发现音准其实蛮多没有准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谢哥一直说再多一点，对，再多一点，最夸张的，再加，对，因为模仿就是 over。啊，然后你也能唱魏如萱的歌啊？哇，哎，副歌跟露露重叠，对啊，因为其实这几个人的声线是可以比较像，露露这个词真，露露真的很像，压力山大，好。哎呜哎呜哎哎呜呜呜哦，咿咿耶哎呜呜呜哦，咿耶哎呜哦哦哦，这首还比较像来接唱。感动里不在我爱的几步里面来公开夸张，他输在表情，换人夸张夸张，记得能爱再进去问爱爱到等我归来，高空的草原我的心就被听个一地老灰，哇，掌声鼓励，哎，这个很像，他太客气，他太客气了，你就是要模仿到原唱都讨厌你，魏如萱说你在模仿，我把你掐死，有啊，以前很多政治人物有没有都会打电话来关切说啊，能不能请谁不要模仿我，太难看了，哎，秦心太棒了，谢谢，缠绵悲咽，我们的爱不用为谁哦，你是我唯一的对我，就算幸福缠绵我还是空心不了，爱的无可救药，就算体无完肤我还是渴望你拥抱，没有你就失去了意义，小品质品质关掉电视。